博主正在山上放羊，忽然发现在远处的山脊上出现一匹狼，狼盯上了博主的羊，只不过恐于大白天狼并不敢即刻从山上下来抓羊，狼在等待黑夜的到来，这对博主而言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，黑夜是狼的主场，因此他最好趁天黑之前给狼一个教训，将其赶走。而且从博主拍下来的画面来看，他的牧羊犬并没有发现远处的狼，这可能是因为狼处于逆风的位置，牧羊犬没有嗅到被风吹过来的气味。博主最终决定主动出击，带着狗去找狼的晦气。他一闪现来到方才狼出现的位置，旋即指挥牧羊犬朝狼刚刚待过的地方追去。狗此刻也终于发现了狼，快速追了出去。等博主爬上山脊的时候，他的四条砍高犬已经追出狼跑出好远。只可惜由于狼的颜色完美与环境融合，在枯黄的草地，我们并不容易看到狼的身影。但从狗追击的方向和速度来看，狼应该就在正前方不远。狼在察觉到牧羊人朝他的位置赶来后，提前选择了撤离。当博主在将画面给到他的四条牧羊犬时，狗已经在很远的位置了。有狗似乎发现了什么，朝一个地方不停狂吠，而且跑在最前方的牧羊犬此刻也在朝队友狂吠的位置赶。狗在荒野不会无缘无故地聚集在一起，特别是刚刚还有狼跑过的地方，博主很怀疑他们一定发现了什么。而且牧羊犬消失在土丘后，博主尝试唤他们回来，但狗在土丘后许久没有出现，这更确定了博主的想法，他们一定抓住了什么，甚至就是刚刚逃走的狼，与其在土丘后爆发了战斗。博主果断去支援他的牧羊犬，因为狗抓住狼的位置距离博主很远，而且狼一直在尝试突围。当博主徒步赶到刚刚狗和狼爆发战斗的地方，狗和狼并不在原地，博主只能根据地面模糊的痕迹朝更远处赶去。而且从博主气喘吁吁的声音来看，他应该跑了很远的路，累坏了。终于在一处空隙，博主看到了他的四条牧羊犬，他们合力抓住了一匹狼，只是遗憾博主并没有给到太多狼的画面。那走